Radio Pro， 咁今日咧系2010年七月一号星期四，啊，今日国庆日啦，咁知大家有咩节目咧？咁啊，有一个好消息，都有一个唔好嘅消息啦，就系、是、好消息就系今日系国庆日有假放啦，唔好嘅消息咧就系、是、啊 HST 今日开始实行啦。咁安省同卑斯省嘅税率咧就会由5%咧增加到12%噶，而诺华斯高沙省咧就由13%升到15%。咁不过点都好，希望大家有个开开心心嘅国庆日啦。今日系七月一号国庆日啦，咁到时咧今日就有一个盛大嘅游行啦。晚上6:30开始喺温士亚 West Georgia 夹 Broughton 开始东行到 Hornby， 由 Hornby 北行到 Dunsmuir， 由 Dunsmuir 再西行到 Sunlaw， 最后咧就喺8:30喺 Melville 结束噶。咁完结咗呢个游行之后咧，将会喺10:30 Burra Inlet 就会有一个烟花嘅汇演。其他慶祝活動圍繞溫市中心近加拿大廣場進行，活動呢就包括在 Jackpool Plaza 重現東澳殘奧聖火和唱國歌，而國慶日社區慶祝活動就會在 Nanaimo 街甲41-45舉行。由於慶祝活動大部分都集中在市中心，交通的活動可能會受影響。壞消息就是 HST 啦，受到合併銷售税 HST 在今日正式推出的影響，安省汽油的價格將會顯著上升的。由於油站的汽油標價就包括所有税項，根據國會議員麥提格的預測，大多地區今日每公升的普通汽油售價是104.4，較昨日是上調8的。有見及此，安省省內不少的駕駛人士都趁昨日去到油站為汽油加油，為汽車加油，導致部分油站出現輪候入油的車龍。而在安省和卑斯省都備受爭議的合併銷售稅 HST 就會在今日按原定計劃全面進行。安省就會由原先的 8% 省銷售稅和 5% 的聯邦貨勞稅 GST 合二為一，成為 13% 的 HST， 而卑斯省的銷售稅就會是 12% 的。新稅制之下，原本很多不需要給省銷售稅的貨品和服務都要給新的 HST， 令到消費者的負擔增加。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汽油的零售價會額外包含 8% 的稅項，所以呢今日油價亦都會有一個顯著的提升了已經。咁啊，喺卑斯省咧，由於汽油嘅價格本身已經包括碳税，所以咧就係唔受 HST 嘅影響。而另一方面咧，喺諾華斯高沙省咧，本身已經推行咗呢個合併銷售税噶，佢稅率更加係調升做15%，協助佢省府咧應對龐大嘅財政赤字。咁睇翻啲地區消息。多倫多地區發生懷疑有兒童溺水的事件，一名14歲的男童死亡。媒體說事發在昨日下午3:30左右，警方接報去到史嘉堡 McCowan 的 Finch 地區一棟柏文大廈的室內游泳池，發現兩個14歲的男童在水池裡面沒有生命跡象。警方和消防員在池底救起兩人被送去搶救，其中一名男童後來不治，而另一人就情況危殆。有消息就指兩人並非大廈的住客，只是有朋友叫他們進入去游泳池那裡。講講一些加細消息先。一名患有艾滋病的男子 Adam Rollo， 由於在未有告知病情的情況下同多名女子發生性行為，近日再被加重罪名。騎警表示2003年開始被告已經患有艾滋病，不溫皇家騎警已經在被告判罪後發放一張被告的相，但再有4名的女子受害，所以決定加重被告的罪名。溫哥華公園局在冬奧期間在西區兩個沙灘設立的旅行車出租停車場反應未如理想，出現$70,000的虧蝕。公園局今年年初斥資$144,000在 Jericho 和 Spanish Banks 的沙灘設置300個旅行車位，以及聘請管理公司營運，但最終只有145個的車位成功租出，平均時間亦只有5日，總收入是$75,000，未能夠填補支出。曾經反對設置停車位的社區代表就表示，公園局作決定之前應該先進行一個周詳的計劃，確定有足夠的需求量之後才好設置。他亦表示這些資源是可以有更加好的用途的。
反合拼少十岁运动发起人温德森表示，已经将超过70万个嘅反对签名递交到 BC 选举局。温德森向支持者表示，行动尚未结束，希望呼吁大家系继续进行抗争，直至省府将新税制撤销为止。咁啊，温德森递交签名嘅时候，大概反对HST 的人士有200名啊，咁佢哋穿着咗黄色嘅 T 恤喺选举局门外抗议 HST 推行噶。一名15岁少女喺琴日返回本亚比住所嘅时候，遭一名年轻亚裔男子非礼，男子事后逃去，警方正进行通缉。犯案男子年约20岁，身高5尺9至11寸，瘦身材短黑发，左边门牙唔整齐噶。咁犯案嘅时候咧，身穿黑色嘅外套，白色波鞋。案发喺琴日晏昼3点，女事主同朋友分开之后，翻去 MetroTown 嘅 SkyTrain 站附近嘅柏林住所。咁期间咧喺大厦门外突然遭到一名男子从后捉摸，男子得手之后系逃去噶。咁跟住同大家讲讲天气。咁先讲讲安省渥太华啦。咁今日咧都会系阴天咁样嘅。咁啊多云啦，大致系朝早30%机会有阵雨，最高气温16度 ，UV 指数系5。星期五天色清朗，最高气温25度。星期六阴晴不定，15至28度。咁星期日至星期一咧都系天色清朗噶，气温咧介乎17至53度，咁啊星期二就阴晴不定，21至32度噶。咁多事方面咧，星期四咧就系有阳光，咁啊间中系有云噶。咁啊佢哋嘅最高气温咧系22度 ，UV 指数系8。星期五至星期二咧都系天色清朗噶，咁啊最高气温咧系大概由25至32度不等，最低气温就是15至21度不等。温莎方面呢，今日呢就是天色清朗，最高气温24度 ,UV 指数是8。今晚天色清朗，最低气温15度。星期五至星期二都是天色清朗，最低气温16至23度，最高气温是26至34度。提提比斯省方面，温哥华呢，温哥华是今日是多云的，咁朝早稍后时间是会有阵雨，最高气温是15度 ,UV 指数是3。咁星期五至星期日都是大致多云，星期日更加是有60%机会有阵雨的，咁最低气温是12度，最高气温是19度。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阴晴不定，气温介乎14至24度的。咁 BC 省府维多利亚方面，星期四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阵雨，最高气温13度 ,UV 指数是3。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8度，星期六阴晴不定，10至19度。星期日60%机会有阵雨，多云，10至19度。星期一阴晴不定，12至22度。星期二呢是天色清朗，13至24度的。咁跟住讲讲灰省啦，灰省满地可系点样呢？多云啦，系同埋间中有阳光的。最高气温18度 ,UV 指数是8。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5度，星期六阴晴不定，17至27度。星期日同星期一都是天晴，19至33度，而星期二就阴晴不定，22至31度。呼市方面呢，今日就渐转多云，朝早较后时间60%机会有阵雨。最高气温18度 ,UV 指数是5。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4度，星期六天色阴暗，14至23度。星期日至星期二都是阴晴不定，间中可能会有阵雨，气温介乎17至31度。亚省方面，卡加里今日是朝早渐转多云，近晏昼的时候会有东南的20公里每小时的风速，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是6。星期五有阵雨，16度，最高气温16度。星期六至星期二都是天色清朗，9至24度。文顿方面，今日就是天色清朗，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8度 ,UV 指数是6，听日就是阴晴不定，最高气温22度。我记得加国新闻和天气报道完，多谢你收听。